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又翻嚟只 dog 间 battle 啦。系啊，咁寻晚就拍咗条片，咁就打呢个 JR 嘅二 set 醒觉，咁啊打晒啦。咁今次咧就要打埋嗰个新嘅超级战。嗰、那個新出嗰個活動，咁尋日都講咗嗰個 JR 嗰、那個，即係超級殺人旋風 JR 嗰咧就唔難打啦，都有兩張平民卡可以用嘅，都防得住，同埋都打到傷害嘅，都唔錯嘅。係啊，咁可以參考翻啦。咁而家因為都冇乜點打過石。成打完尋晚嗰場 JR 打三粒石之後，都紅燈入攞石啦，都冇時間打，同埋只機械人又未整好，爭少少仲係咁，但係今日打咗二石激戰先。咁就睇翻啲資料先，係打呢五隻嘅。咁樣樣，知熟知熟，速熟力熟速熟。咁我應該都用波特拉打。波特拉應該穩過，好，咁就用波特拉啦。係啦，就咁樣啦。咁道具嗰度就應該要用翻一個風婆婆，因為有極意悟空喺度，所以咧就一定要用翻一個分別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俾佢一招秒殺。大家都知啊，呢、這個咁就都唔係話好齊嘅，波特拉仲爭好多隻。咁而家開始啦，都想試下開三路嘅波特拉個攻擊可以去到邊。啲血都接近50万嘅，因為啲人勁喎，所以都去唔到。咁黑我技術性，咁就等佢出住招先啦，等佢可以加翻個攻擊。應該揾佢去做開頭先。嚟啦，都揾佢打咗先。冇彩珠，乜都冇，絕招出唔到。呢只可以一路嘅。
仲可能我都係諗住擺佢喺頭。雖然黑我屬性，但我想知道呢嘢打出嚟嘅數字係幾多？即係祝福你啊！因為嘅體育性嘅波頓拉你馬女咧，咁其實佢都最大輸出係可以打三下絕招，所以都其實都幾好用，唔係限定係超絕特大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去講啦。财主咁样可以出到超别嘅，咁都讲呢张太出色性嘅超倍都仲系唔有保证，出绝招加攻啦，同埋可以防到好高嘅普攻。虽然佢冇乜攻击力，但系可以当一张防嘅辅助卡嚟嘅，相当之强劲。如果開埋路嘅話，基本上佢可以反擊打出好高機率嘅回心啦，所以其實都幾好用，仲係咁神嘅陰氣。佢食豬先加工，所以就嗰個傷害都好難先知去到最大咯。都係等佢擺頭出絕招先。摆错，我只出属性的图案应该摆住尾，我出属性图案都系。大鑊痛啊！咁就睇啦。心真係齋反擊都可以反死佢啦！
可以等力嗰只超人去打翻个好效果嘅输出先。黑马属性应该秒咗噶啦。哎呀，唔紧要啦，我冇睇嗰个嗰行博卡。摆头位一定最少打，真系要用瀑布封闭先。之后再食翻个海珠。仲擺頭嘅，就一拳瞓死佢先得。加埋工就270萬，回埋身289萬。唔錯，呢個係一個好嘅傷害。摆喺头出嚟做教育工先，防相当之高。
嗱，出嚟照，啊冇機會可以出到試完照啦，啊球好少嘅。我真系唔敢拍喺头，300万左右。如果摆咗技嗰只。背擺頭嘅話，應該有300幾。好，揾喺頭度擋先得。真係，如果唔係對面出住招嘅話咧，我真係啲防御真係好犀利，啲反萬極點真係，仲係咁神啊！真係一張卡。不過而家都好難再抽到佢，因為我份都已經開曬四路滿潛數，因為呢張速同埋逃亡速都係夠卡。但其實呢兩張都仲係更有保證。如果冇力嘅逃亡嘅話，呢張出嘅逃亡都仲係一張首選。我決定咁樣嘅。要再食翻啲彩珠，睇下可以打到幾多幾高輸出啊！今次我講嘅唔俾咗條豬喎，好運氣喎！哇，嘔一嘔啊，10萬！哦，大鑊，10幾萬咁就，14、15萬。應該下彎就變身啦。但是變身機會都冇啦，真係變身機會都冇，咁就數低佢啦。
速熟，咁样啦。我第三只招，又第三只招出嚟，出嚟见我，冇啊，系打普攻啊，哎呀，蚀咗啊！棄絕啦，棄絕唔到，繼續上，咁大鑊。都食道具喎，咁搞法。試下食個放箱先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繼續隔年啊，
果出手啦。好多菜豬啊，留翻先。台灣一波帶走嚟。哎呀，如果第二下出嚟之後好啦。哎呀，死唔到啊添，啲人物啊，真唔知招唔招。再見。你死緊。買菜豬先，黑肉想黑死你，出絕招都唔射你啊！好位咁大鑊，留翻一注先。哇，好痛啊！可唔可以回避一下咧？雖然中機率啫，但係都有機會回復回避到噶嘛。
电扇。唔使两只啊！又完嗰位。正义光明是乜战士？跟住打达哥啊！啊！有回血呢下真系好屈机。之前第一个 AC 嗰阵时真系好恐怖嘅议题，翻阿波特拉，嗰阵时系救晒脚嘅，连力图龙都有，但系而家呢个新 AC 冇，唉，真系好遗憾。俾鬥客又係慘啊！俾人叫做老二哥，永遠是老二啊！哇，呢八十碼好痛，不過佢仲痛。要听，又闪唔到。咁慢音字。时快时慢。哎呀，是就哎呀，仲未合体呀。
合拍合拍合拍，夠曬數噶嘛！哇，都120,000嘅喎，痛啊吧！老二哥勁啊！OK， 搞定。咁啊，攞35/10，咁啊，有38粒啦。咁總結翻啦，咁因為真係唔定啊，波特拉我真係得兩隻 LR 同埋記嘅。記嘅杯啦，同埋呢隻海芙拉係最好嘅。咁呢隻咧就未開路，未爆極，乜都冇，所以你見到唔係話好大嘅作用。不過佢就算唔開路嗰啲都防到又。加3%攻擊，主要招嘅話咁都 OK 嘅，但個傷害唔大咯。呢只其實就擺喺度攝腳嘅啫，因為如果你要睇我類別波特拉，我真係冇乜人才。睇咗全部都得呢啲，我唔擺技啊睇嗰只。波特拉我唔擺，因為佢減傷嗰方面做得唔係咁好。雖然佢有啲攻擊力，但係佢嗰個防御唔及超呢一隻速嘅超背好嘅，減80%，呢只都減50%，即係容易會有危機發生，所以就都唔用到佢。係啊，又冇黑悟空呢只咧，其實都幾勁啊！但係又冇開路，所以同埋有力嘅都唔需要升一技啦。咁所以都係啊，都唉，不過都有啲覺得失敗，用咗一個道具，諗住唔用道具過啊嘛。因為我真係驚佢死嘅，超臨埋尾嗰度用呢只嚟防我信唔過佢，雖然佢開一路嘅，你話佢滿前都有機會防得住，但係我真係要用一個道具，因為真係有啲驚。係啊，咁係啊，咁。用波特拉啊，都算輕鬆過新嗰、那個新出嗰、那個超級戰波士啊，波士進擊啊，
都算容易過到嘅。咁就繼續努力打石啦，我就係，因為都其實好多石都未打，呢個打咗啦，呢個都好多嘢要 DK， 呢個未打過，跟住啲兔仔團啊，好多嘅劇情都未打嘅。所以打石的方面应该是可以打到很多石的，这个打了是的，咁是的，都是提一提大家记得打啊，攞券四周年就换券，打撒旦同埋一打阿潘啦，是的，咁意识激战嗰方面嘅，睇下啲咩有冇先。系呢只我都会整佢嘅，不过要啲时间啦，时间有限啊。呢个打咗噶啦，呢个打咗，打咗，打咗，打咗。呢个未打，呢个争几厘？呢个打一三厘，系啊，呢两个打咗，即系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五个超一箭，即系五个二色嘅箭未打 ，OK。系啦，咁因为有啲事要做，咁所以就直播到今次先，睇下下次有啲晏啲，睇下可唔可以再开直播咧。系咯，我都期待开下条片开直播嚟抽卡，因为寻日都讲过系想。抽多三次呢、這个，同抽多三次，即系抽多三次呢个超市 LR 悟空，同埋比达嘅，希望会中啊！希望观众朋友会中。好啦，今日就嚟到呢度先，记得订阅我。channel 小丸子，多谢多谢，拜拜。